天一郎你好，东京奥运会怎么看待乔马项目，你要感谢谁？这个乔马项目要感谢裁判，虽然选手失误点，但也夺金牌。这么好的裁判怎么感谢呀？看看多么贪腐，你分打这么高。你们也别念了，念了也没用，在这场上水里咋样，金牌别想了，裁判太不讲理了，明明就都出现了，还能拉金牌？分是怎么打呀？都在违规呀！只要我们没看见，那就没事啊。刚才你说裁判明明是瞎判，难道眼睛真瞎吗？射术是一家。平时还脸上，你要知道金牌全是中国的，你们看看那水平哪里他们强。这是去问裁判就要限制你，就是看你金牌多，想办法限制。那你说说你们是怎样限制？Oh,